也不会有下去听得奖的事情。但是到现在我再给他不是很想，然后没想到在那边讲讲给他拿到一个奖项，就觉得我虽入错行了。谢谢全民运动会，让我的人生再热血一次，谢谢。接到球只是要慢跑几步，慢跑几步，对对对对。何俊强快传一来，好的，来回来回来。吴飞仰天长啸。这个球很刁钻，先触杀，搬垒，搬垒，搬垒，何俊祥，快搬垒得分，还翻滚了两圈呐、啊！你宣布男子 MVP 得奖的是第一名，只有一位，抱歉哦，何俊祥。对我来讲意义非常重大，而且是在下任飞刀哥的手上给我的。我觉得 MVP 真的不是重点，因为重点还是大家在比赛场上享受这个比赛，然后享受就是我们除了训练的过程，这才是重点。姚颁发的奖项呢是年度最有价值运动员奖，这个奖项呢，这一次啊，我们跟前两季特别不一样哦，因为呢，这一次呢，我们特别要献给这一位年度 MVP 呢，就是我们旁边的这一枚黄金 MVP 戒指，就是由好看娱乐呢跟顶级的赫哲珠宝共同联手打造的黄金 MVP 戒指，也是最有价值运动员得奖的事情。参加全明星运动会，我是真的爱运动。我们是一个竞赛，我觉得就是要把比赛的态度拿出来。何俊祥令人惊艳啊，与勇容焉的一个态度，我要有这个精神去完成我可能以前没做过的梦想。真的，这一次来参加全明星运动会，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奇幻的旅程，因为但是到现在我再也拿不出梦想。然后没想到在那边讲，在那边讲，当天拿到一个奖项，就觉得我虽入错行了。谢谢全民运动会，让我的人生再热血一次，谢谢。